一个哦、喔，木兰，好，木兰哈，对哦，哎，木兰好像每一次都有来哈，后面才有来，我记得前面没有哈。水凤，嗨，蛙桂也是只有回去，嘿，女儿那一边阿哥都来啊，月华拢有来，对不？本昌嘛拢有来，明珠阿姨也是好像都有来哈，有千家一遍哦。是不是跟他签盖一本吼？好像一次吼。芝梅拢有来，真乖吼，对不？碧雪今嘛吼免唱歌，啊，不是啊免合唱团，今嘛拢有来。我有甲总干事讲吼，爱来，爱甲伊讲，我真思念伊。啊，今嘛拢有看到你，我足欢喜的，吼，足欢喜。美珍，好，美珍嘛是买啊，啊，搁一个潘呢，还未来嘞。迄个未来哈，对，越贵，嘿，对嘿，小姑姑，中途中错色，啊，今嘛都有来啊，哈，金莲，嘿，这个好像也都有来哈，干那拢有来哈，玉英，哎，真乖，顶礼拜甲我骗哈，啊，金泉嘛拢有来，只有一边去台北看医生，佫赶快赶转来吼。秀英拢有来吼，对，林玉，哎嘛拢有来吼，迄茶门吼，说到真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素芬，啊，今日有说到你知哦，啊，不过我真思念因翁啦，啊，你真思念因翁，拢无看到因翁，你正去甲伊讲一下。老师好想念他，足缘投的嘞。今麦缘投的只有两个年龄啦，对不哈？你嘛缘投的对不哈？啊，迄个无缘投，迄个无缘投。好，素妙姐姐，嘿，素妙姐姐也很棒哈，嘛是安尼丢。虽然中间有那个，可是还是都有来哈。原著哈，大虎金哈。嘿啦，隔壁顶一边那个跳电去因家煮物件吼，啊，嘿，去因家煮阿姨嘛，敢那拢有来，吼，阿姨也都有来，真好，真好，恁有伫遮拢拍破一个，啊无伫遮个家休一个安尼好无？免啊休，休安尼吼，好，老师讲一二三，你好，休安尼好来，一二三，休，一二三。休，很好，好棒哈！哎呀，啊，拢爱来，安尼休看麦，后礼拜来无？哈哈哈！啊，后礼拜安怎？练去啊！安尼恁们刚来吼，因为恁们刚拢会来对无？们刚来就先去甲迄个总干事讲休一下，安尼就拢会啊。没，甲你休就对哈。好，来。我们这礼拜主要是平衡防跌跟居家安全，哈，平衡有无？恁会感觉恁会烦恼，恁会摔倒无？会烦恼，家己会摔倒牙手？没嘛，恁拢未烦恼摔倒，老师拢会烦恼摔倒，恁拢未烦恼哦。真搞，一丝仔烦恼啦，哈，所以咱行路爱较细腻一个，安尼好不？专心嘿，较细腻一个啦，哈。好，我觉得哈，玉英姐姐，我们要不要再坐进去一点点？ Okay. 哥哥坐进来一点。阿姨，咱坐开一排安尼哈，不是坐开一排遮。安尼嘿，对，安尼无因阿伯啊，我看素妙姐姐伫安尼要看无哈，对不哈？想要徛徛，搁歹势啦哈。好，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哈，首先咱先来讲行动计划执行的分享哈。咱顶礼拜啊，老师顶礼拜是毋是有做？恁有改无？恁拢袂记哩？有，即张有查来哦？有查来无？有查的人举手我看。好来，无查的人举脚我看。真搞。老师有查，老师顶礼拜吼，8月24号，因为顶礼拜无做着四工。因为老师真无闲，所以要运动着，无做着四工。啊，无做着四工的原因，所以我顶礼拜24号就是讲，啊，我阁甲伊改成三工，对无？我是毋阁改成三工。毋过，8月24号开始啊，我24号去做运动，26号阁去做运动，27号阁去做运动。
2829拢无做，因为真无闲。安尼三工啊，对无？啊，有做着啊，对无？我改三工。恁幼今日早时我有做无？无，今日无做。但是昨昏有做，昨昏三十，我头讲过2829年来嘛，我三十有做，所以我安尼一礼拜做几工？四工对无？哈，做四工，所以我有超过无？我有做到对无？哦，所以我今麦要阁改改四工。你有感觉老师就三工四工三工四工的改哈？来，今麦看恁嘞哦哈。那个哦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斐文姐姐，今天我们的指导员，给她拍拍手。好，我两个变水。哎，无讲话，有变水无？有哈，对对对，真乖真乖哈。来，斐文不用太进去，没关系，好，旁边那边就可以哈。啊，所以即马吼，不要紧，有个人无扎对无？啊，但是吼，我顶礼拜吼有甲恁拍起来，即马有看到无？看这个，有看到恁写的字字监管无？有无？有吼，有看到无？吼，啊，来本仓，哦，你甲我先分享一下，你这边做的啊有做到无？有。你做啥？你做啥？你看每天早上，因为我刚刚写作文章。我早时啊，拢七点是差不多二十分钟，洗脸刷牙后，我就去遐滚水，要泡，一路要滚水。哎，我再烧开水的时间开始做，无力平身，然后拉腿，好，哦，拉腿，先来这边，然后拉腿，然后拉手，压手背，哦嘿，运动就对啦。都有在做，无力平身做没做？嘿，啊，所以你要，你有讲你要做几工？每天都做，每天都做，啊，有做到无？有，哦，有，该拍拍手。我们吼多采相信原则，安尼好不？您讲的，我拢信任就对了吼。嘿，对对，进到拍拍手。然后下面请因水母甲咱讲一下，好，水母，伊个国家迄落水母顶一边甲糊弄，对不？有甲糊弄，啊，这礼拜看哦，少吃淀粉，多吃蔬菜，少量多餐，有无？你也是糊弄，因为我就是把今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很忙，跟你一样很忙，可是我不是忙运动，就是不晓得很忙。你去101吼，去买物件 ，shopping。又小孩子回来，又孙子也回来。哦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是把所有我有吃到的菜呀，哈，啊，你有吃到的，拢有下入就对哈。我就是菜啦、水果啦，然后我就是每天我每天一定会吃那个木耳。好、哦，每天都有吃木耳。红枣、枸杞、那个。红枣、枸杞都有吃了，对哈。还有那个一杯那个薏仁紫米。哦，嘿嘿嘿。不是绿豆就是红豆。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按过你讲，你爱少吃淀粉类啊。绿豆、薏仁，绿豆嘛是淀粉类嘞。啊，少吃啊。啊、哦，少吃。你知道讲每天都有吃嘞、没有，他每天的量，哦，量少一点就对哦。一共诶，有这样有共小量多餐啦。哦、OK， 安尼有做到就对啦，哈、哦。好，拍拍手。好、哦，啊，搁啥人有赞？啊，我先看别人来，月桂。啊。无赞，搁真大声哈、哦，来，月桂，你讲要做啥？三餐要足，然后安娜困到八哟，晚上十点要睡觉。我，有时候也十点半。有时候是啊，十点半还好啦，卖想晚。我咱都是有一个主题，讲睡眠对不？所以讲唔好想晚困啊嘛。啊，佮因为你真爱耍手机对不？游戏对不？啊，咱顶一边有讲对不？睡觉之前看手机会安怎？会袂爱困。嘿嘿啊，对不？啊，你有小可改一下？有哦，有吼，有改一下，安尼就好啦，给他拍拍手啦，哈，过来哦。哎呀，素芬，素芬狗力，你要创啥？叫素芬啦。系啊，素芬狗力，你是看人创啥？我知影伊是素芬呐，伊故意的，因为我讲素芬，我看别人诶。你把我糊弄，你這樣吃到他的嘴巴，把我糊弄。我又没有给你照，怎么会有我？有啊，当然，而且有8月24日，有无？有看到？8月24日啊，吼，对不？10点要去睡啦，对不？哈，
然后五点要起床啦，我即马就知影恁的兔头，有知影拢无扎，啊，我就拢家翕翕起来，啊，家你囥哩，囥哩顶悬，拢袂去予人糊弄去，无人会甲我骗，哦，对吼，啊一边吼，今日可能有人就无想要摕出来翕相，不要紧，我会看，我知影我头有点名有送，我就知影送无予我翕相哦吼 ，OK， 然后你有哦，一天五。睡要睡饱七个小时有无？差不多吧。有哟，嘿，安尼就好。五点起来，啊，十点睏，安尼就对。哦，安尼袂歹啊，至少因为咱有教着睡眠嘛，啊，就感觉睡眠可能较无够，所以就甲家己讲讲，啊，十点就爱睏，啊，五点起来安尼吼。好，有做到，给他拍拍手哈。啊，过来。啊，顶一遍甲我骗的迄个。上甲我骗，嘿啊，你看嘛，甲我糊弄，你看即嘛，伊个那个慧珠甲我讲，恁顶礼拜我讲恁有改变啥物无？我毋是第一堂课到第七堂的每一堂主题拢有甲恁讲对无？就问讲恁有改变啥？伊讲头脑变较好，安怎？然后慧珠就讲有啦，改变同济，真够甲我应吹应挤，有无？我嘛有感觉无，即嘛真够啊，每一个拢会晓甲我应就对。之前吼拢点点，无，唔是，是咱吼上了这个课了后，头脑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敖讲话，对不？哦，所以每一个拢真敖应哦，真敖。好，伊因讲要散步啦，要三十分钟，对不？啊，你有扎无？你无扎，不要紧，我有扎有，我扎有，对不？然后你讲要几天？五天对不？一礼拜加五天对不？啊，所以你有做对无？五工有哟。啊，即马三十分钟散步对无？嘿，啊，即马要搁加一次啊。看身体会堪一步。吼，身体也会堪，咱搁加一五分钟、十分钟。OK， 好，真乖啊！哈，真搞，真搞，好，很棒，给他拍拍手。啊，搁一个啊，我过，你有我过会炸弹啊？我过拢有炸，我知。我过真乖。嘿啊，伊、毋是，是因为伊真爱来这里，伊真爱食，伊真够做碗粿，所以毋才叫碗粿。啊，因为我真爱食碗粿，所以我拢会记你碗粿。碗粿伊讲要啥？因为骨质疏松嘛，对无吼？啊，所以你要去锻炼骨头啊。啊，你讲你要徛遐啊，有无？嘿啊，啊一边要二十分钟啊，啊有无？有做对无？啊，做几工？我骨质疏松，食迄猪皮敢会使？骨质疏松，食猪皮？有听人讲，拢袂使。唔是吧？猪皮是予你胶质迄个部分咧，所以你爱食迄个骨头啦，有无？就是那个骨头汤啦，还佫小鱼干啦，知无？唔是食骨头，食骨头汤啦，就。熬骨头汤有没有？熬汤。熬汤，啊，猪皮嘛袂歹啦，吼，咱吼较软Q安尼嘛袂歹，对你的迄落迄嘛真好啦，迄拢袂歹。吼，啊，所以有做到对无？吼，爱听人讲哦，月华，爱听人讲哦，无我等下咪甲你问哦，吼。有去福建有做到了对吼？好，该拍拍手有做到。来哦，老师等下会问哦，问讲伊做啥哦。我吼，昨昏伫另外一班，啊，你讲啥？投降啊！投降。昨昏吼，嘛是哦，讲来这边，啊，这边伫讲话，我又讲，阿姨，伊头仔讲啥？啊，我嘛唔知吼。你头仔有伫车无？有吼，对吼，啊，有乖无？有做到无？有哦，伊有做到无？有吼，哎，对，安尼真乖真乖，阿姨真乖，阿姨嘛是愈来愈安尼精神愈来愈好吼，来，啊，过来，接下来，啊，这什么字哈？我来看无。上课学习。哦，新来阿姨。阿姨干？他今天没有过来。啊，就是一路公每个要来四天嘛，吼，无吼，不要紧。啊，素描姐姐，因为一个素描，一个素分哈。伊讲要行路运动四十五分，对不？早时啊八点要去行路，对不？啊，有去行无？有哟，啊，行几工？
有行三工吼，啊，所以你遮是爱写三工对无？嘿，啊八点去行，啊所以有行。八点。有，啊有去就对吼，三工拢有做到对无？嘿，啊咱即卖吼，你本来是要45分，你有想讲要搁加一丝啊？50分，还是55分？你感觉呢？还是要加一工？加一工吼，有听到？加一工哦吼，人素妙姐姐要加一工哦，给她拍拍手哦。安尼你看，生活心态就无同，啊，互咱是安尼有感觉身体愈来愈好无？有吼，真好，真好，真乖，真够甲我回应，足够的吼，啊，过来哦吼。这是什么字啦？来呀、啊，给我看一下。那个，地中海饮食，不是啦，啊，碧雪而已。地中海饮食。好，来第哦，要吃迄水果。一天两餐一碗。啊，要吃一碗就是水果蔬菜对无？有无？啊，有吃到无？有无？啊，一天啦，136，你讲你要136吃对无？对无？啊你，你安尼有吃到无？有、嗯。会不会太前面了？阿姨，啊，所以吃三天，啊，有吃一碗无？水果甲菜安尼吼，有少搁加也袂歹啦啊！安尼吼，啊啊切落去，咱就家食，嘿，不要紧。啊，肉有食无？蛋白质嘛爱哦，不只只有讲咱的地中海饮食水果，咱的水果蔬菜嘛。嘿，安尼，哎，一掌心安尼，嘿，对，安尼袂歹袂歹。嘿，对，安尼真好。啊，牛奶嘛加啉寡，啊，食卵安尼。嘿。哎嘿嘿，安尼真好哈、哦，很棒哦！阿姨真够，甲阿姨拍拍手。所以你有感觉，咱有为上课到即卖，你看有人是睡眠，有人运动，对不？啊，有人就是咱的饮食，所以每一种无同，吼、哦。OK， 好，来，过来哦，哈、哦！啊，金莲阿姨，阿莲，阿莲嘛是，哈、啊？好，今年阿姨哈，你嘛是地中海饮食对不？你有炸蛋无？我会记伊拢会炸，伊啦哈，阿姨嘛会炸，因拢会炸，嘿，因拢会炸在菜内底，我拢会记你，恁拢会炸，会炸在菜内底。我头脑安怎？我就是那大脑保健啦、啊，所以头脑愈来愈好。恁嘛是啊，有无？恁有感觉恁头脑愈来愈好无？还是愈来愈无好？愈来愈好。哎，愈来愈好。啊，家仔有家回应啊。伊嘛是地中海饮食对不？啊，伊嘛是地中海饮食，要食彩虹蔬果啦，哈。啊，你甲迄个碧雪阿姨同款啦。啊，但伊碧雪阿姨是136，啊，你是暗等246，对不？啊，有食三工无？有哟，吼，安尼嘛真好嘞，安尼，因为咱咧加减吼，即迄种蔬菜水果要多吃一点，各种颜色。差不多拢，逐工拢有食。拢有食，吼吼。煮一顿暗时啊，所以暗时啊拢有食。哦，你煮一啊，中昼顿伫遮食，对无吼？伫遮有便当安尼，啊，暗时啊家己煮一顿。其实我另外一班吼，人迄阿姨吼，人伊虽然一个人两个人吼，伊嘛爱去煎鱼仔啦。弄一个青菜啦，吼，啊，滚一个肉汤有无？你的脚滚一个迄个骨头汤有无？吼、哦，那个叫排骨，老师拢嘛会熬鸡骨汤啦，排骨汤拢熬好一锅汤。啊，就是有当时啊，咱来要煮什么？白菜汤啦、啊，什么汤啊？吼，啊，就啊，把迄肉骨汤摕来，啊，搁掺菜安尼吃，安尼嘛真好，吼、哦，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哦，吼、哦。所以饮食嘛是爱真重要啦，除了运动安尼吼，还很棒哦、喔，给金莲阿姨拍拍手哈。过来，阿哥有下人。木兰。木兰，嘿，对哦，木兰哈。啊，伊嘛是地中海饮食诶，好棒哦、喔，这是好几个地中海饮食哦、喔、哈。一天两餐一碗嘛是要一碗。三天，伊是135，因这三个真高水哦。啊，搁一个林玉嘛是地中海饮食哈，安尼好。然后做，伊嘛是同款三天，有做有食到无？有嘛有食到对无？很好哦，哈，所以拢有哦，哈，好。
然后林玉阿姨呢有吃到无？嘛是三天对无？对无？三天吼，嘿，嘛是三天，你看吃到头毛安尼真水，你看吼，足好个吼。然后煮一小锅啦，伊讲要煮一小锅对无？彩虹蔬果，吼，彩虹蔬果煮一小锅哦，真好吼，嘛是同款啦，三到四天。啊，恁两个同款啦，游泳。因本来是游泳，然后我甲伊讲讲了，讲骑脚踏车，即马阁改转来游泳。啊，游泳就是因两个同厉害，闽江拢有去游泳，大家拢知。所以恁嘛闽江拢去游泳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参恁某同齐，两个同齐去游泳吼、哦。我拢是甲伊讲，咱改一个啦，即马阁改一个别项。恁食饭食物件安怎？要改一个。等者，等者，咱来改一个好不？今日来改一个，吼、哦，伊拢有做着。给恁两个阿公阿婆啊拍拍手，拢有做着。那小组会议吼，好，就来哦。阿姨，嗯，哟，好棒哈、哦！阿姨念经啦吼，三十分对不？对不？阿姨是毋是早时啊拢要念经？对不？阿门讲拢有念经，三十分有念无？有吼。唔安尼哦，安尼念经啊，拢有做着。咱即马要来改坐，比如运动还是食物件咧？运动我嘛是了，有我较早起来就上了，我就去运动。哦，安尼好。走路啦，跑步啦。好好好，对对对，安尼袂歹吼。运动啊，咱等者吼，今日课程要结束前，咱来阁想看嘛，会使改别种物件无？安尼好不？哈，好，我们给阿姨姐姐拍拍手哈。过来，这个是姿美。姿美哈，来姿美就是骑脚踏车，这拢你会晓的啊？闽江拢骑脚踏车，对不？你是闽江拢骑脚踏车来回两点钟，真牛嘞！伊骑奥多麦来嘞，骑脚踏车。无啊，你是运动。哦，骑脚踏车是运动。伊拢要骑两点钟咧，恁有办法骑到两点钟无？老师，伊真厉害，是伊骑完了后，搁来上课。骑完了后，搁来上课。早上骑完，然后我这边有课，照样来上课。好 ，OK 哈，好。老师无电啊，对对对，老师无电啊，哈啊，所以拢是骑奥多麦就对，没办法骑脚踏车啦，骑脚踏车啦，吼，因为我头拄拄着伊，我过讲伊骑面子的啦，吼，伊四轮的面子，塞面子啦，哈，啊，伊骑奥多麦了就对啦，吼，真搞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啊，搁有啥？过来换下人，一个下人，啊？美珍，美珍是吃较简单。她要做的是早餐要喝牛奶、豆浆那些，因为她平常吃的比较简单，所以她要实行的是吃。伊有甲我写打个小麻将嘞。啊，伊阁甲伊划掉，伊本来讲写打个小麻将，对不？你是毋是写打个小麻将？你本来消磨时间，嘿呀、啊，打个小麻将也很好啊，也不是讲无好啊，这头脑真好啊，对不？然后你即马就是等一下哦，哈，等我，等我。等老师哦。喂喂喂，哈，安尼有听到啊，哈，头拄拢无听到我的声音，对不？哎、欸，好，就是这美珍姐姐就是要吃的很简单啦，啊，搁豆浆、牛奶啦，对不？哈、哦，所以美珍姐姐就是希望讲你食的物件就是较简单安尼，莫食安尼真复杂哟。啊，你中昼你即晚不是中昼有伫遮食无？对对对。哦，啊，你暗顿呢？暗顿你食啥？无食，有啦，哪无食？无食安尼敢好？有啦，有食。唔好啦，迄是伊讲的吼，嘿啊，你唔好乌白讲。爱食
讲国语，也比较跳舞。哦，他要讲国语，哈、哦，好好。然后主人公，我这班爱讲台语，袂使讲国语，好来。好，所以你晚餐吃什么？很多东西都可以吃了。很多啊，你自己煮吗？对对对，我自己煮。所以你哈，我们不是有教地中海饮食吗？你就把一些蔬果啊，各式蔬果放进去。太多东西了，没有办法买那么多东西。哎、欸，不要今天就吃，哎、欸，今仔日今仔日吃几种，啊，明仔再吃另外安尼，对不？安尼蔬果，哈、哦，所以吃的物件小可改特别注意安尼，安尼不？哈、哦，好，很好哦，哈、哦。啊，过来，最后一位是。无名，我上无讲到。啊，明珠，啊，你单，你单，哦，明珠有单来。明珠就是讲要做啥？少油啦，对不？饮食改变，那明珠阿姨嘛讲要饮食改变嘞，对不？哈，啊，你有做到无？有啦。你有做到哈？运动较少啦，不要。运动较少，因为脚。太关系对无？上去听听无去，上去真疼去看医生，啊，就无做运动。啊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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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讲伊要做啥？改看一下，唔知呾一下。我早起无来。因为恁拢伫开讲，无听着，爱听一下，哈，真乖哦，老师很坏哈。老师坏坏，OK，、哦、所以明珠阿姨因为脚脚迄落迄有换对无？有换迄落即落坐。还好啦。嘿，两只脚都有换嘛，哈。筋迄唔知，那两天拢就不舒服。哦，旧筋迄哦。嘿，筋都足疼，伫遮疼落来遮，袂晓打落。袂晓打落。嘿，啊，毋过当好啊。即嘛好啊。即嘛好啊。哦。好，你有看去打针，你就是有当时啊，感觉无啥个迄落迄时，就叫医生看卖一下。好啊，但是，嘿，啊，但是嘛是爱小可运动一下啦，吼，诶，身体才会愈来愈好安尼，吼。啊，我感觉伊有啦，伊为二十分，啊，即卖有变三十分，有加一下，我感觉迄落足好诶。吼，而且民主阿姨，咱拄开始检测的时候，你本来讲身体较无好，啊，就想讲啊，看安尼伤忝，惊讲无，可能较无法度人来上课，结果拢有来上课嘞，对无？咱甲民主阿姨拍拍手，真搞哦，吼，好势好，很棒哦，吼，啊，搁上无讲着，啊，你的单呢？好，你单无给我，然后册嘛无扎，伫隔壁你看。免，你甲人讲就好。你本来顶礼拜讲要做啥？袂记哩。唱歌啊！伊拢是唱歌，然后练嘿，对无？练拍手啦，拍手安尼对无？嘿啊，唱歌练拍手，我会记哩啊，对无？系啊，有想要换别种的，不要紧，我甲你讲哦吼，咱等一下吼。咱吼，下课之前吼，咱行动计划来改变的时候，你敢搁想看嘛？有别种无？安尼好无？哦，嘿，对吼，好，很棒，都给自己拍拍手，拢有做着哈。老师来哈 ，OK， 好，安尼咱拢下骹迄张，我写了这，那有这落这，等一下哦，哈，下一张 ，OK， 好。其实哈，咱都爱想哦，哈，咱的行动计划，你也感觉你无法度，哈，咱都。做袂到，做袂到，咱就想看卖，阁有别种无？啊，无就咱就想看卖，有啥物方法？吼，啊，咱会使同齐来讨论。我们等下可以分小组来讨论一下，吼，行动计划的部分。好，哦，这礼拜有无？咱是有一个联想锻炼，恁会记哩无？来，咱的册摕出来，咱的家庭作业哦，吼，有无？有做无？还是没做，来145页对吧？好，老师给恁问哦，咱第一条有塔台跑道送行是啥物？飞机场。哦，飞机场进稿哦，有写我看，哦，拢有写嘞。你无写？对。145页，我看。我写唔对，安尼唔对。
啊，唔是，你爱家写这安尼，加这看这三个啊段，就家想看卖联想，啊就是机场，对无哈？来哦，有写哦哈，这嘛拢有写。哪过呢？无，有家记起来就对。老师很可爱，他是每一个都联想一个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哦，我知我知，塔台就是飞机场，跑道是赛跑，送行是。阿姨。哎呀，真高注意哦！哎，这样很好啊，不要紧，安尼嘛真个。举一反三。嘿，举一反三啊，真高哈！阿姨拍拍手，阿姨真高，真高哈！林玉阿姨真高，真高哈！来，阿丽呢？好，我不要紧。我无啦。你无哈？伊甲你甲我自首，讲我无啦哈！不要紧哈，那个民主阿姨也是很可爱哦，没关系哈。啊，第二个来。铁扇公主水果热带是啥？芭蕉。嘿，对，芭蕉哈。啊，第三个，红色转变秋天是啥？枫叶。枫叶对。啊，嫦娥狼人夜晚是啥？月亮。月亮，月亮有无？月亮啊，监管嘿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同尾啊一条，七彩雨天天晴是啥？彩虹。真高哦吼，安尼。咱吼，咱这个部分，咱等一下。好，来，好。啊，另外这条，另外居家环境检核表，咱等一下再来看。好，另外一个部分哦，咱过来哦。这礼拜要讲的是平衡，平衡就是咱的协调性的部分。咱第二堂课是讲运动的种类有这么多。所以咱要讲到平衡，就是协调性的部分，就是平衡能力的部分。好，咱即马最主要来哦，哈，咱即马把桌子稍微往前一点，册放顶悬就好，册拢放伊桌顶，莫插伊。桌啊拢来，册拢放伊顶悬，嘿，咱把桌啊放中来，哈，然后咱个。椅子有无？来，把椅子弄出来。来，咱今仔要来训练一下哦，哈。不是要坐来徛着。把椅子，互因坐过来，椅子安尼坐过来。还是说，有没有可能把那个，还叫坐过来，坐过来看老师？好，安尼卖使，安尼卖使，恁找位吼，找位安尼吼。哎，对对，那个玉英姐姐，哦好啊，安尼，好安尼吼，啊，就第一个吼，就是惊咱就是伫椅仔下边吼，第一个咱单脚站立来，徛伫椅仔下边嘛不要紧吼，边仔嘛不要紧，单脚站立就是安尼，咱先改，或者是我们。那个桌子，那两张桌子把它往后，那两张桌子往后，哎，哎，它东西不用管它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把小心哦，不要碰到我们的摄影机哦，哈，哎，给关起来，卖给别人知吧，安尼恁有诶就会使滴嘿嘿，恁迄落嘿哈，稍微，但是中间要让出来一个嘿，丢丢丢。然后绯闻可以到前面来，嘿。安尼会使，安尼看会到老师无？嗯，看会到我的脚无？看袂到对无？嗯，还有一个方式，咱把椅子拿出来，这个把它往里头去。应该是桌子往旁边。我觉得我们位置太小，等一下，来。我们位置太大。你们位置太大，好，我知道。OK， 来，把这个移开，先移开。这个把它拉到跟我一起，哎，拉到跟我一起，这样就好。对对对对，然后这个，好好 OK， 都拉过来，都拉过来，好 OK OK OK， 好，来哦。阿妹哈，好。会使不？好，阿妹哈。第一个咱就是单脚站，因为他们做平衡运动嘛，吼，所以那个把那个桌子再往后，那个淑珍你就比较有办法往旁边，对，
嘿，安尼因就会使，有的阿姨会使伫阿边安尼吼。然后为就是第一个，咱就是做单脚站立。单脚站立就是讲吼，安尼，你的手先安尼，叉腰，互你较有平衡。啊，咱咧先一支脚，譬如说咱的正脚徛着，倒脚先起来，倒脚，好，恁的倒脚起来，啊，恁的倒脚。因为每一个因方向无同吼，恁只要恁倒脚徛起来，啊免进悬一束安尼就好，安尼吼，安尼会使。啊，你若感觉你无稳，你就手，嘿，你的手就碰着这，你感觉无稳，你就碰着伊啊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啊会使，咱就安尼哦吼。老师吼，咱即马是安尼双手叉腰，啊我会讲，我会算到三十，啊恁家己算恁的哦，你也安尼夹夹夹。老师算在二五，你就练落来，也袂要紧，你就家己记讲哦。我一支脚是25秒，安尼好无吼？每一个无同款，袂要紧哦吼。来，即摆只脚倒脚，你会拢先倒脚起来，倒脚徛起来，正脚安尼吼。老师手本身欢喜啊，对吧？无袂要紧，因为也无法度伊较欢喜啊。啊，有办法就莫欢喜啊。咱先做卖换衣啊！啊，你伊啊伫边啊，你也感觉你较无啊道，你就换衣啊！安尼好无？走拢恁的巴肚哦！吼，来准备哦。好，来倒脚起来，来，好，家己算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来看你家己几秒哦。吼，来，脚放一下，歇睏一下。即摆换另外一支脚，赶快老师算30秒哦。换另外一支脚，哈。好，换你正脚起来哦，哈！啊，你啊，真是无法度家己甲搬椅啊，哈，蒙有椅啊，好来，正脚起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五，有没有30秒的？哦，拍拍手。老师，我那那小块那这边抖不抖对不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平衡啊，这个是平衡啊。啊，所以你看哈，这其实你咱的册内底哈，162到165页拢是在讲平衡。啊，咱即卖先卖看，咱来看哈。所以伊这有一个有无单脚站立的参考，伊也有一个他的那个譬如说你几岁？假设我们是65岁到69岁，哈，伊就会分呐，哈，你个几个较好还是安怎？秒数几秒是比较好，比较不好，恁家己看，安尼好不好？哈，过来哦。过来弓箭步，来，好，即马伫椅仔遮吼，恁先正脚先伫踏前，看老师正脚先伫踏前，安尼，好，就是不要太前面，不要超过你的那个膝盖哦，你就是那个，你就是。垂直，有无？才有效哦，吼！它垂直了吼，安尼吼，你的两脚尖要脚尖要往前，啊，另外这只脚在后边，有无？有看到这只脚在后边，安尼，吼，安尼哦，安尼有看到无？哇，同款哦，啊，你的两只脚脚尖要往前，袂使偏啊，吼！好，来准备哦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
二八二九三十，哇贵，你想要弄看头卡？来，卡当一个，卡当一个哦，哈。啊，换另外一支脚，换另外一支脚，哈。所以你有看到，伊就是安尼有无垂直？我看到老师教安尼在垂直有无？啊，这个哈，这个膝盖莫超过你的脚尖哈，啊，你的脚尖都往前哦，都往前哦，哈，来换另外一支脚，来换另外一支脚，换倒脚的踏前，正脚的后边，哈，来哦，伊也会使脚踏前，不要紧哦，哈，准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哦，来起来，可以困起来哈。所以它这个是属于平衡运动，有弓箭步的部分哈。你嘛会使像老师安尼，嘛会使叉腰方式。啊，你若感觉较无法度，你就一支，就是椅仔伫头前安尼，家己伫厝会使安尼练习无哈？家己练习一下哦哈，过来哦，过来换交叉步。啊，你来看，先看伊讲的哈，两手叉腰对无？啊，无就是扶着哈。然后左脚、右脚，你的右脚先伫你的左脚踏前，啊，你的脚尖拢爱伫踏前哦，袂使你歪歪歪歪，袂使哦，吼，爱弄踏前，有无？比较有效哦。两脚尖跟膝盖都朝正前方，有看到无？吼，正前方，来来试看卖哦，正脚伫踏前，然后脚尖拢伫踏前哦，吼，来你安尼叉腰。擦腰看卖，啊，无法度你甲摸着你的椅啊，吼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，好、哦，很棒！我另外一支脚，我把豆用吼，爱设计哦哈、哦。所以你嘛会使就是哈、哦，真的不行我们就扶着。来，今麦我豆卡的塔前，我豆卡的塔前哦哈、哦。好，我豆卡的塔前，赶快哦哈，豆卡的塔前哦，啊卡加麦我的塔。朝着前方，好，来，准备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，哇，好棒哦！给自己拍拍手哈。好，过来，我安尼哦。今嘛，伊也得着，伊是会使安尼走，看老师。伊他讲就是，他像咱先看伊讲的哈，就是你可以扶着椅背。啊，轮流将脚往前、往后抬起，每一个动作维持十秒，就是安尼。你也先正脚，正脚先安尼起来。一般吼、哦，老师因过去训练学生，我拢叫因手，吼、哦，啊无咧恁伫头前，就是这边安尼，外靠这支脚，头前就是你这支脚爱小花九十度，较悬起来，然后。他讲的是一，过来二，哎不对，一数到十再换二数到十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那我阿边，阿边的时阵你袂使歪落去哦，你赶快坐停停，徛停停，脚放阿边就好。
脚放后壁，啊，袂使踮伫涂骹，吼，袂使踮伫涂骹安尼。然后就算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搁起来头前换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换恁算来，4、2、3、2、4、6、8，恁算哦。我老师醒来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恁来，6、2、3、4，马上这个手辅助哦，7、8、9、10，我老师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恁来，很好，真高哦，算一下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老师9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恁来，甲我讲，叨位啊有声？叨一脚有声？另外这个脚有声对无？所以伊就是你做啥？就是我们的防跌肌力运动，就是让你第一个你安尼是有平衡，让你防跌。另外肌力，让你这个脚有无？才有声对无？对，就是讲伊有做着下肢肌力的迄落训练，让你。因为咱脚有力，搁平衡的话，搁袂跌倒，所以这是防跌肌力的部分，有无？咱讲的这个防跌肌力哦，哈。即马来换另外一支脚，即马换这边，换另外一支脚，哈，同款哦，2、4、6、8、0、10哦，哈，换另外一支脚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你。很好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过来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你。4。很好哦。咱这样拢算哦。5。算敢那滴换气哦，哈。9、10。过来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6、2，我算了对吗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很好。9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0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，有算对不？有哈、哦，所以它有一点肌力的训练。然后同样来，脚动一下，像老师爱动一下哈，舒缓一下。同样，它这样子除了让你有肌力的训练以外，还让你平衡。就会所谓的保密防跌，就是你肌力的提升，你的骨质密度就会提升，然后几个袂跌倒，吼，通常也是安尼。啊，但是你著爱安怎？你著是爱一撮往跌倒的人。有的学员会甲我讲，老师，我感觉腰酸，袂使腰酸哦，腰袂酸哦，哈。所以你著爱不倒，有小可改用来一个安尼哈，很棒哦。这个是我们的防跌肌力的部分，过来。哦，过来就是安尼，咱顶一面有安尼，就是讲，头前安尼，安尼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有无？有，先脚尖起来，然后过来换脚跟，6，过来7、8、9、10，我恁算，11、12、13、14，很好。
老师，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，很厉害哦，三十，瓦力。这个也是一个，除了有一点点肌力以外，它还有让你的脚踝的时候，你的脚这样较有力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踩在碎石子垫管，你脚较袂摔倒，这个在家里都可以练，而且这个很安全，所以你在家里就是这样练，有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几处拢会使练。只要你的椅子吼是安尼稳的，你都会使安尼练咯吼。对我们的就是比较不会跌倒，吼，就是平衡力这样子哈。过来，哦，再深蹲，十秒十次深蹲，我一直都觉得比较危险哈。不过没关系，来椅子，都是哈。第一个，恁拄开始做的时候，两只脚甲肩膀平宽，手搬着椅子。咱还是搬着椅啊，哈，我比较 不建议你们不要那个椅子。来，屁股往后，屁股先往后，然后刚刚要坐椅啊，来对坐起哩。然后你的膝盖迈超过你的脚尖，对哦，哈。啊，当然有的人会说用这样的方式嘛是会使，但是因为都开始，基本上我会比较不希望长辈这样子来起来。好了，骨气一大开哦，慢慢吐气，来坐落来，先屁股后面慢慢啊坐落来，好，爱坐落，像老师安尼，像老师这样子有没有？就是先安尼，调好屁股阿边，然后慢慢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有没有？当然，你如果能够做到你的大腿跟你的地面是平行是最好的。不过，我觉得我们年龄这么大，不要这样做，稍微这样就好了，哈，稍微这样就好了。不要那么勉强，哈，来，慢慢拉起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屁股先往后，然后慢慢下来，下来，干嘛？坐椅啊，蹲马桶安尼，嘿，对，像大哥安尼，手安尼落去晒，哈。那不用也没关系啊，你们如果扶着这个也可以来，慢慢起来。安尼吼，这吼就是一遍十秒，爱做十遍，会忝无？这其实较忝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一般我对长辈我比较不会刚开始，希望你们练习这个，因为这个深蹲，对深蹲其实对你们来讲哈，我觉得比较吃力，比较吃力哈。哎，对，好，稍微嘿，就比较会伤。跟这里的力量都还不够。因为你的核心，你是要用核心的力量，哎，因为你们核心不会用，对，就会伤到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稍微这样子，就是做过这样就好。来，我们往下。有忝无？有忝无？咱来啉一茶啊，然后歇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咱甲刀啊先转来，安尼好不好？哈，刀啊先转来哦，哈。然后你们喝个水。哎，这是这边，这是阿伯这边。他方向错误了啦，没修正。他方向错误，那一边才是。对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。后来，后。哦，小心眼镜。好，来，坐好，来，恁歇睏一下，恁坐茶歇睏一下哈，恁坐茶歇睏一下哦哈。喝水，喝水，恁茶一下。
啉茶无？有啉茶无？拢爱啉茶哦，哈。好，啉茶好，咱就来坐哦，哈。这边才会拍到你，才会有你的照片。哎，那你到时候要做实习报告比较好。其实我已经生了第三个，但是我觉得，我本来就是想这个主题哈，我本来就是我已经上过另外一个，啊再上一个，但是因为是对象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其实那种教法，其实我本来就有想，把挑一两个主题就全部都是，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上的是有点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们的对象很广泛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多学习他一堂其实是不够的。OK 哈。我还想说下个礼拜，那个 OK， 好，等一下啊。来啊、哦、哈，老师现在要请问你们哦哈。老师要请问你们哈，你们有没有朋友啊？有八道鬼无？还是你家里有八道鬼？家里有八道鬼无？有哦。有哈，老师先问用老师，老师是不是？去年的时阵，老师去捡迄垃圾车有无？老师有讲过，老师穿迄夹脚拖，然后拿着垃圾跟回收啊，走，结果安怎？规个趴落去。所以老师的这只手复健了一年，我复健一年，拄开始这只手是无法度，即嘛是 OK 的，无问题啊。拄开始，真痛，真痛，骨足痛，足痛的。吼、哦，嘿，像阿姨你同款，真疼，对无？有疼，嘿，对，真疼。啊，但是就慢慢啊复健，然后我就一直做伸展，我自己一直做伸展，哈、哦，就是我老师有甲因讲做这无、個，嘿，做这真好。啊，咱就是咱拄开始，咱做安尼，咱就先做安尼，慢慢啊做，啊，愈来愈做愈大。啊，像我拄开始这会疼，对无？我都会用另外一只手去撑它，帮助它。啊，只要嘿疼吼，咱会使润，咱就润一下。啊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，慢慢你这就开啊，就袂疼啊，吼，就整个伸展开了吼。所以，家己有人要甲我分享者，恁家己有八道过？有上有八道过哦，阿姨，你是安那八道？你是安那八？哎，八道对无吼？八道。我这断过啊。你这断过哟？吼，啊，你是安那？来。讲给人听，你是安那八道？我咧顾停车场。啊？顾停车场。哦，顾停车场，然后。下一个人啊，要下过，下无过。啊，有一个人啊，要下无过，啊，就规个八道。吼。八道就唔知影讲脚断去啊。哦。啊，讲想讲等八点多要去开门啊，八道起来，结果我嘛唔知。脚底啊，已经向倒起来，断去啊！哦，啊，我搁爬起来，我想讲，等即个走起来，头脚敢未看呢？嘿。啊，紧爬起来，搁摔一跤，只手嘛。啊，换手，本来是遮，搁摔第二遍换手。手嘛着，我这嘛福建泥瓦。哦，福建泥瓦吼，就是有人写，就是迄啰，敢若听骂文嘞。啊，毋过吼，来，听我讲。好多阿姨讲，伊就是伊去过那个停车场，啊有一个人啊，对无？啊，伊无下过，人啊无下过，摔八道。下无过，无同款的意思啦。下怕真济，所以吼，恁感觉伊安尼是安那，是啥物原因会安尼下无过？啊，你也提济啦。哦，第一个物仔摕了伤济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有感觉你本来可能是下会过，啊，可能即个脚无悬，压无悬，对无？
啊，是毋是有脚无力，还是安怎？有无？毋知啊，都下过去，啊，搁手提雨伞，搁提提，啊，搁提包包，我提一个箱子物啊，啊，伊个脸啊安尼。揢着就对，是毋是揢？揢着，啊，揢着，规个就拢拔落去吼，所以讲爱特别注意，这嘛是一个环境啦，有无？迄上锁嘛是咱爱特别注意就对啦，吼。哦，吼 ，OK。十九年才当。哦，安尼哦，这么侪年，啊，这嘛好好啊，就对啦，吼。嘿嘿，其实吼，咱如拔倒过吼，啊，年岁愈来愈大，其实伊有后遗症。嘿嘿嘿，换人工的哈啊好 ，OK， 爱特别小心。啊，搁有上有拔倒过，好好玩啊！对对，你即马伫复健，你讲一下哈。我还袂脚安尼，还袂脚安尼。嘿嘿嘿。先讲桥多摆。哎，桥多摆，好。指导员听哈。再查嘿。再查要吹过。嗯。吹过啦，都被吹过啦。再查要吹过。哦，你拄仔咧做安尼，吼嘿嘿，啊你若讲较济咯，较无法度咯，对 ，OK， 嘿嘿，欢喜。就安尼，啊叫人做，嘿，倒咧尔，啊拄仔有人打扶起来。哦，较加济有人甲你扶起来。我倒来搁较安怎？伊迄，我倒来迄头遐吼，伊迄安尼方向安尼。所以袂使直直啦，徛高平啦。所以你若徛奥多麦，袂使物件安尼徛高平，就是无平均啦。我感觉是落无平均，对无？提环吼。为着要吹过用遮咧。哦哈，所以爱特别注意，就是咱徛奥多麦，恁即摆有当时啊都伫徛奥多麦，对无？徛奥多麦嘛是爱注意就对啦吼，物件唔好一边真重，一边拢无迄落嘿。啊是菜物件啊，袂使迄落嘿，爱互伊较平一下，平均就对啦，爱平均。啊，搁有啥人有拔倒过？啊是朋友有拔倒过？有人无？头脑放空就得啦。哦，头脑放空，有当下嘛会拔倒落去对无？啊，你别安尼哟。啊，你是安怎放空？你是迄当阵伫想啥？我也是想着讲诶，想翁，想翁。哎，乱乱想，那个头脑就放空了，像咱，你若头脑放空，很危险。嘿，所以人家头壳袂使，就是爱专心就对啦，爱专心就对啦，吼，爱专心好来哦，吼。所以，吼，你看，啊，拔倒落去有无？遮嘛有受伤啦，遮嘛受伤，有当下就较无法度，嘿，对，像我过即嘛嘛是安尼。所以，吼，拔倒其实。造成的后果是很大的哈，就是较无好。啊，咱来看哦，所以咱头有讲的，咱拔倒的原因，咱即卖来看这个部分哈。其实拔倒有几个危险因子，危险因子一就是行为甲习惯，行为甲习惯是安怎？有当时啊，你的习惯呐，有当时啊，你穿有无？我头拄有讲，我是毋拢安尼用走的。走伤紧有无？你安尼有当时啊无注意到，他前无注意走伤紧，啊无就是你穿夹脚拖，下骹的底吼太滑了，没有止滑，对无？啊，这穿的这个行为、这个习惯较无好吼，穿这个部分就是你穿衫的部分，啊有当时啊咱若穿，个裤较长一个，是无小心的，吼、哦。老师要安尼吼，徛就是那个楼梯爬楼梯啊吼。哦老师穿长裙，爱水，爱水，你知无？穿正长，啊，打起来时阵，有当时打着啥？打着我的裙，安尼会拔倒无？嘿，你嘛爱细字哦，哈。啊，搁来药物有无？咱有诶，食药啊，嘿，食药啊，有当时较会晕对无？感冒药啦，啊，搁有当时咱若食高血压，还是糖尿病的药啊？伊就失序性的低血压啦，也是讲咱血糖伤低，咪予咱安尼昏
分阴线戆戆，对对对，戆戆安尼吼，啊戆戆安尼是不是比较容易会跌倒，对不吼？这嘛爱注意到哈。啊，个老化跟疾病有无？咱老啊，有当时咱目睭看较无好，迄明明头前敢若有一个眼，有当时有看到无？无看到迄个眼，骨解安尼落去，啊落会安怎？都哎，塌落去咯，白倒啊，对无？所以有阵仔目睭啦，咱老化的部分吼 ，OK， 哈？是我。哦，就是你啦，嘿啦，顶一边是安那白倒，就是因为无看清楚，无看塌着咯，白倒啦。啊，伊顶一边都安尼啊，对无？吼，所以有当时咱目睭嘛是爱顾好，吼，年岁愈来愈大，目睭嘛是愈来愈无好，爱顾好。啊，搁居家环境有无？有当时啊，咱爬楼梯啊，就是安那厝安吼。我有当时啊，就想讲啊，我看有我免烦恼，啊无开灯，暗暗的时阵会安怎？可能踩空落八道吼。我有一个我老公的助理就是安尼，你知影？提物件位楼顶落来，砰砰砰砰，结果一眼无弄着，就规安尼，嘿，规个踩空落连落去，嘿啊，两眼做一眼。才卡落去看医生啊，吼、哦、嘛是真久吼、哦，所以就是这几个危险因子爱注意哦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是咱头拄仔讲的，有无？裤伤长啦，对无？鞋啊安那没有止滑啦，有无？哈、哦，啊，搁穿这种哪鞋啦，吼、哦，哈、哦，啊，搁有啊，哦，足气，一要走，一要走，啊，无小心就规个趴落去啊，吼、哦，就无小心就会摔倒了，这就是咱的行为甲习惯。啊，搁另外一个，咱的药啊有无？有当食安眠药啦，像降血压的药啊，这拢会哦吼。肌肉松弛剂嘛，有当下会予咱安那，看安尼昏昏安尼晕眩安尼吼。青光眼药水嘛是会哦，会较容易予咱会晕眩安尼吼。所以这个部分，你啊食药啊落去，爱特别较注意哦吼。药物的部分爱特别较注意。所以咱即马来看哦吼。目睭老化甲疾病，就是目睭啊，目睭对咱的平衡的关系吼。来，恁即马先徛起来，椅啊倒啊较头前一撮，徛伫椅啊头前就好。来，拢徛起来，徛起来吼。啊，恁对看就好，拢对看就好。吼，啊，咱即下安尼吼，就是两只脚平，然后手安尼好。咱只目睭看对面，有水无？水。阿姨，你爱看我，你拢爱看我。我讲有水无，你拢爱看我。OK， 即马目睭开开，目睭开开哦，目睭开开哦。好，目睭金金。你有感觉头拄仔目睭开去，有感觉安尼小可安尼晃一下，晃一下，对无？啊，目睭紧紧是较袂晃，对无？好，来先请坐，先请坐。这就是讲，好来，以后咱都会使搁较入去哦，吼。这就是讲安怎？就是咱的视，咱的目睭紧紧，甲安尼目睭安尼吼，无目睭安尼叫啥？闭起来。台语安那讲？客客哦，客客，嘿，对，金金，这是金金，无这开，金金，客客哈，金金客客，就是讲金金的时阵较安全，有无感觉？哈、哦，有这较安全。啊，客客是毋是有安尼干啊？较无安全，晕晕的对。所以咱平时哈，有当时啊，不管做运动啊，说啥物，莫讲目睭客客。目睭爱看头前安尼吼，啊，咱要行路嘛袂使安尼，嘿，伫看涂骹，无就看手机啊，无看路，安尼嘛是危险吼，对无吼？好，过来，看恁的手，手拢摕起来看你的手，有看你有掌掌纹，要安怎讲？掌纹？手纹。啊，手纹吼，有看到你的手纹无？有看到无？有哈，拢有看到哈，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对不？哈，过来哦，哈，这叫手魂，哈，来，啊，过来哦，来过来哦，好，头拄啊，老
老师，有咱有伫群组对无？手机啊摕出来，我才有伫群组放一个，是一篇文章。哎、欸，手机啊摕出来，手机啊拢伫后面。就是安尼，恁等有摕出来，伊有，哎，摕出来，嘿，摕起来，手机啊摕。老师，才有伫群组甲恁放一个文章，恁看有无？看字看有无？来，先借我一下我的手机。手机啊，开一下。看老师有甲恁讲，我爱你哦。我爱你哦，你爱我哦。好，谢谢。真高追。好哦，吼。有看到无？老师是毋是伫咱的群组放一个文章？你若有老花眼摕起来看，不要紧。有看到无？你看，你帮他们拍，他没有吗？没有，大的。贤文大脑保健，贤文社区大脑保健，你无伫内底？贤文社区无伫内底，这个。啊，你不要紧，隔壁看就好。来，你帮，好来，啊，你字看有无？没关系，那个会助现在不用弄。所以，来先听我讲，听我讲，哈。这就是顶礼拜老师有讲一个722有无？血压722原则是啥？会记哩无？顶礼拜才讲的呢。七就是啥？连续七天要量血压，对不？啊，二是啥？早时啊起床量，啊，搁暗时啊睏之前量，各量一次就是量二，对不？啊，搁一个二是啥？一每一次就是量两遍，对不？嘿，量两届哦，取它的平均值。所以这就是这些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会使转去看卖，看这字有看清楚无？吼、哦，来，好来哦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手机啊收起来好啊，互恁看一下手机啊，即摆袂使看，来收起来，无等者逃生游戏哦。好，来过来哦，哈，我们来往下，那个，好，再来往下，你看，来报纸，来，你这边，来，你这边，一人看一支。这字看有无？无看无惊，看无，看卖一个。啊，大致看得到，大致写啥？你讲者。这写啥？好，四人中一人过重，对不？哈，啊，这下骹这字看有无？这个呀。嘿呀，这句。提较晚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，国小生过重。好，啊，即卖换别人讲一句，一人讲一句。连下去啊！连下去。啊，连下去。嘿，国讲，看有无？字看有无？我讲到国中那里。嘉义基督教医院诊重中心副主任王新仪观察到。好，那王丽，你讲。化纤管家，与四岁少年走进黄世刚的诊间，身高170公分以上。好，来，华丽，一句了哈。我要看到位啊。啊，你这句，啊，你这句。营养三倍的便宜。健康饮食是肥胖。看无啦，哦，看有无？这看有无？有啦。啊，你讲。营养三法，生生慢。哦，营养三法，生生慢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安尼，吼、哦，你看有无？字看有无？看无，对不？哦，啊，你这边只字看麦，安尼看有无？看有无？看只，看有无？安尼想细字看无啦，吼、哦。像细字看无目镜看，啊，这跟顶管看有无？小胖子，隐形，隐形，隐形，国安，国安。啊，这
的是讲，即马小胖子真侪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就是安尼伤肥啦，吼、哦。OK， 好。好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互恁看，目睭，咱即马你讲目睭，我们的视力的感觉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哦。好，这吼、哦，老师弄一个影片互恁看哦，吼、哦，等一下哦，吼、哦。嗯，等我一下哦。老师爱挂目镜，老师老花，等我哈。好，来这里。站着。看看字看有无？有啦，遮大字。啊，过来过来，下骹的字。迄字看有无？下骹字看有无？有遐，这拢看有遐。啊，遮字看有无？这讲啥？这讲啥？讲法拉利安怎？哦，开法拉利往后山啦，有够水无？真好，有好耍无？开法拉利往后山啦，你看，有看无？啊，恁爱开车落雨，啊，结果无迄雨遮，啊，安尼开往后山，安尼敢好？恁感觉好袂？安尼唔好对无？危险对无？哦。哦，一台车8000多万，讲无迄落货啦，爱雨伞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安尼好，安尼看完就好。哦，好，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无啦，人迄雨伞是伊迄落啥，人迄配好的啦，迄是法拉利的雨伞啦。嘿啊，这是8月19号的新闻。老师看到这新闻，哎、欸，会使给恁看者，啊，不是要给你看，要给你看下骹字有看清楚无？有哦，有看清楚无？好、哦、视力哦，哈，过来哦，啊，这来公车，这几号的公车？26。啊，这是去哪？位置？哎，安尼对吼，拢看啊，这是啥？啊，恁感觉怎样？这较好看，还是这较好看？看较清楚。恁感觉拢清楚，还是这个较清楚？这个较清楚是安怎？因为下骹是颜色，对不？哈，所以你有感觉颜色嘛也影响到咱的视力，对不？哈，过来哦。啊，这嘞，这几号？251。啊，这什么客运？蒙蒙。蒙蒙。嘿啊，颜色对不？颜色有差，这啥251看有，因为绿色。下骹的色对无？星星客运看有啊吼，啊过来哦、喔，啊这看有无？这几号？299。啊边啊这看有无？无。所以伊这有看有有鬼，所以就是第一个，伊字较细字对无？啊，佮颜色嘛有影响对无？有无哈？所以视力其实佮你的颜色字大小拢有影响对哦。好，过来哦、喔，啊即马来看这，这。黄斑部病变，遮中有一个，乌乌有看到无？即马目睭甲正对，手甲正对，左右正对，往起弯起，正对弯起。啊，到左眼看这个点，看有无？有看有无？有哟。啊，边啊的线看下是直直，还是歪来歪去，还是看无？有人看起安尼歪歪无？无吼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。啊，你也看起歪来歪去，也是看无，迄落是可能有黄斑病变。啊，即摆换只手，换到诶左眼家往起来，啊，看迄落右眼的目睭看一下，看有看到中一个无？有吼。啊，边仔的线有一条一条，也是歪来歪去，一条一条，安尼恁拢无黄斑病变啦。吼、哦，安尼知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就是讲，这嘛是互家己训练就对吼，互恁看，看有迄落、
看目睭有问题无？其实咱年岁愈来愈大，目睭拢爱特别注意哈。啊，像如果有糖尿病，它对眼睛会有视力上的，所以你目睭拢爱去看。好啊，最好咱甲这个年岁同好是每年拢去目睭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安尼对咱的身体较好哈。啊，目睭嘛影响咱头，安尼真侪是目睭会影响到咱走路对无？平衡啊，走路会影响到讲会跌倒无？对无？啊，你啊跌倒落去，对咱的身体是毋影响真大，所以目睭爱顾好，安尼知无？哈，好、哦。啊，您刚刚呢？如何保护眼睛？我们请我们的指导员帮我们写一下，咱来讲一下。好，来颜色，好，好来，您感觉要安怎？就是保护目睭，有啥物方式会使保护目睜？有人会使讲无？看绿色的。啊，看绿色的，下一个看绿色，好，过来。啊？哦，吃枸杞啦，吃枸杞啦，哈、哦，吃枸杞哦。啊，个啥？光线要充足。哦，光线要充足哈。句、嗯、子的句要带句。勾。句子的句。讲话那个句子的。哦，对对对。枸杞，嘿。爬。没有中间那个。没关系啦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哈。啊，个就是光线，就是看物件光线要充足，就是对不？啊，个有啥？保护目睭，个有什么方式？啊，叶黄素哈、哦，对，补充叶黄素，对不？啊，个啥？啊，胡萝卜、红萝卜哦，肚子顾眼睛，吃胡萝卜，对不？哈、哦，吃胡萝卜哈、哦，吃胡萝卜哈、哦，红萝卜啊，个啥？啊，个什么方式？啊？哦，戴太阳眼镜，有当下光线太刺激，戴太阳眼镜够啥？啊，少看手机啦，少看手机，戴太阳眼镜，少看手机，啊，够啥？早睡早起。哦，早睡早起，睡眠要充足，对不？啊，够啥？我点一下眼药水。啊，偶尔要点，没事也要点眼药水哟、哦。点眼药水是保养吗？对。点眼药水真的是保养哦，不是那个应该要看医生，医生告诉你吧，那个应该是要告医生跟你确认，不是你家己去买眼药水来点，安尼较无好，同好是。有干眼症。好，干眼症啊，这种爱爱点对不？有医生看，对，要点，然后有青光眼也是要点，医生会给你药水要点，所以说要看那个点这个部分要跟医生确认过哈。OK， 啊，还有什么？眼睛要多休息。哦，眼睛要多休息啦。譬如讲，看偌久爱歇睏，看一点钟、五十分之前，哎呀，小可歇睏一下，对不？哈、哦，好，很好。啊，还有啥？还有就是，有时候要不要看远方一点的？好、哦，看绿色的，嘿。哦，按摩按摩，做眼睛的运动，对不？眼睛运动有无？有诶，就是目睭安尼，看上面，看下面，看左边，眼球运动，对不？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哇，目睭爱搞，啊，目睭安尼，嗯，啊，转转转转转，然后一下大进大蕊，进小蕊，进大蕊，进小蕊，啊，眼睛的运动要小夸做一下，安尼哈，安尼好不？按摩，啊。按摩按摩哦，嘛写山呢哦，你看啊，吐吐吐吐吐吐吐了，来，两只手来吐吐吐，来，孟姐拢吐吐吐吐吐吐，吐吐吐吐，小小的时阵安那，有目睭，然后正平洗六脸，倒平洗六脸，保护眼睛哦。哦，有感觉安尼较紧无？目睭有较紧无？哦，有，哎，就。这就是保护眼睛的方式，安尼，所以你看，保护眼睛是咪这么侪部分，对不？恁拢足够的，啊，会做对哦，哈，啊，过来哦，好，今嘛来看咱顶一遍的功课，我们的功课是不是有讲到？来翻开你的书，他家己也看无吼，安尼看你的册看卖，看有无？来169页。169页哦，哈，169页。
居家环境防跌检测，顶礼拜咱老师有讲咱的作业对无？恁回去家己有交无？有交无？有的拢有交吼，是否？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来看遮，咱先看遮。这就是居家环境，其实吼防跌很重要，还有一个平衡很重要，家里的环境，居家环境的检核。所以第一个有真侪部分咱来看。地板，你看无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你买目睭微微买，我甲你讲吼，来，第一个是地板，第二个是灯光，厝的地板灯光爱看者，啊，搁你的楼梯有无？哈、哦，看遮吼、哦，阿姨看遮，啊，搁来你的浴室甲厕所，啊，你的房间，所以来老师先讲哦，咱看第一个哦，地板有无？譬如讲恁家啊有。地毯呐、啊，有当时啊，是咪？咱家的地毯有，厝的有地毯无？有当时地毯是咪会安尼久啊？会安尼卷起来对无？卷起来，卷起来是毋是较危险？嘿，所以爱家自由好，啊，无就爱换新嘞，吼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吼，互恁安尼吼，有写无写，无写的人即马写一个，去看咱家厝的情形。啊，譬如说厝的灯光啦、楼梯啦。诶，灯光有明亮无？有够无？光线有够无？吼！啊，过来，搁浴室有无？有当时咱浴室有当时爱装迄扶手对无？啊，无就止滑有无？咱当时有当无小心，胃液缸也是走遐出来，是毋危险对无？爱有止滑迄个部分咯，吼！好，啊，咱即卖来一组一组来，一组，一二三四。四组，咱针对家里的居家环境，咱来做分享讨论一下。好，予恁大概五分钟的时阵讨论一下。啊，讨论你感觉恁家，譬如讲恁家的灯光无够，还是恁的迄个地毯无处理好，还是安怎？咱会使讨论一下，啊，厝会使改进、改修正，予咱的环境是较好，较免有要摔倒、会跌倒的因子，安尼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哈，来这边给你，好，然后那个美青你负责这边，好，对，姐姐你负责这边，好，然后这边你在忙吗？好，你负责这边好不好？可以跟他们讨论这边，让他们讨论一下。啊，对，姐姐你跟他们一起讨论一下，你可以站起来跟他们一起讨论一下哈，嘿嘿。啊，看哪一部分啊？你无，你看伊的哈。啊，你讨论这一个部分，好，不要紧哈。讲恁家的部分咯，哈。好，讨论一下哦，讨论一下哦。好，阿贝啊，你也再跟老师讨论一下哦。啊，你也再跟老师讨论一下哦，哈。好，家己交一个哦，哈。没有出来了，嘿，对，安尼，你看有无交到火的话，哈，啊，你拢试，啊试就还好。如果有火的话，就要特别注意哦。有火的话，你有火哟，有火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哈。你若交火的话，就爱特别注意哦。火的话，就代表讲你爱小可爱注意哦，迄个部分爱注意哦，哈。好，可以跟老师讨论一下哦，可以跟老师讨论一下哦，哈。
伯啊，恁家呢？你看这哦，啊，你这有高度？你有高这无？我才要讲的啊。哎，这是几页？来哦，哈，我看169页，169。阿伯，姐，你有无高？恁家的经验啊，高一个啊，对不？恁家的经验。有啊，你看一下，啊是还是否？你有笔无？我叫你，我摕笔给你。阿伯啊，交一个。好，来交一个哈，是或否交一个哦哈。好哈，交一个哦哈。看恁厝的哦。边的中间，边的中间。甲门边啊有挂无？无，真紧就通啊找着袂是？在无吼，你都找袂无杂哟，你找无杂，今日无杂，后壁惊听老师讲。不要惊听老师讲啊，听老师讲。好。所以说这一个我就不知道，本身楼梯本身设计上就有那个啦，设计它就有了，就是它就有做那个三个，没有再直接再那这样就算有了，那就算有，可是有的楼梯是我们后来自己做的就没有，对，啊，很多大部分现在都是有会一条一条一条，哎，对，我们就是搞不清的。那个有些就没有，有的没做，有的真实是没做，对，对，哎，有一条一条较安全，因为看看有，啊，也比较不容易跌倒出位去。对啊，就是可以没关系啊，如果现在不需要你就歇佛啊，对啊，因为有的是要针对比较年龄比较大一点，除阮家嘛是拢无这啊。就没有什么啊，厕所也没有扶手，因为大部分就是年龄比较大才会需要，嘿嘿嘿，大部分拢安尼哈。各组这样可以吗？差不多了吗？各组。好，来，今麦看老师家。
来。好，现在先看老师家来。老师就小可讲一下哦、喔，那个好，我们现在都先看老师这边。第一个哈、喔，第一个最主要是恁家的地板，他要讲地毯迄个部分哈、喔。第二个就是讲恁有当时啊，咱爱会给脚踏垫呐、啊，有当时爱给迄防滑，较袂滑倒就对啦哈、喔。那个美清，我们先看这边好了哈、喔，较袂滑倒。啊，哥你哈、喔，恁家的地板呐、喔，恁的迄个。电线啦、家具，就是拢安那，拢爱囥伊，就是甲走道爱小可有一个走道会当互你行落着，啊，袂讲你的走道就是有家具有啥安尼吼，就是讲爱互你行路的所在爱看起来较清幽，莫有啥物物件，莫有电线，尤其是电线，无小心物电线遮，有的厝就是电线遮砍一个，遐砍一个，啊，你无小心行过落去踢着。它着了危险，对无吼？所以爱固定住。啊，厝的电火就是爱较光的就对啦，吼，爱有光啊，吼。啊，楼梯嘛爱有，啊，搁厨房啦，有无？吼，厨房的所在吼，因为咱厨房有阵爱煮物件，各方面啊，电火爱啊也容易能够开关的所在吼。啊，最主要就是啊，搁有一点就是讲你电火，譬如咱要去楼梯的时，电火就是要去楼梯的所在，电火才有。啊！你起嚟了后，要落来下骹，你边啊嘛是随时拢诶，电火开关拢伫边啊，所以你要起嚟落来，你诶电火拢伫开关拢伫边啊，安尼较安全。就是家开开，啊，有诶长辈就讲啊，省电啦，莫家开遐尼光，安尼敢好？唔好嘿，咱吼跋倒落去愈害，对无？所以吼爱光吼，厝也爱光哦，哈。然后，佮另外就是咱为眠床起床起来，因为咱有哪起床起来吼。老师有讲过，你若要起床起来咯，小可先倒着歇睏一下，啊，甲手啊、脚动一下了，较清醒，啊，甲慢慢啊落来眠床安尼。嘿，坐一下安尼，慢慢啊起来，唔好雄雄起来，雄雄起来无小心就会跌倒，安尼吼。尤其是寒天，咱的脚手较冷，末梢神经还没有那么。就是暖和起来的时阵吼，迄当阵会较危险，啊，所以拢爱脚动一下，手动一下，甲落床。啊，落床的时阵，你就是开关拢是你的眠床边啊，安尼较方便，安尼吼。啊，佮另外就是咱头讲楼梯这个所在嘛，啊，浴室有的浴室就是讲会装那个扶手，对无？啊，有的厝的较少年就无装，啊，其实较年岁咱较大，同好是装一下，咱要。行过啊，是啥物？啊，是咱坐迄个厕所的便盆的时阵，要起来的时阵，有呾脚较无力，有一个这安尼小可甲咱来支撑一下，安尼较袂滑倒吼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咱年岁愈来愈大，咱若家己无法度呾装，咱会使叫师姐甲咱斗装安尼吼，斗处理安尼吼。好，啊，这就是这个部分。过来就是行动计划，咱头拄仔有讲。今日咱因为恁有真侪部分拢有做完，对无吼？在讲这个行动计划吼，之前咱先来看，咱吼即马第八周啊，对无？是毋是第八周？对无？所以即礼拜讲的就是平衡防跌。那厝的居家环境，啊，佮我咱头先是毋是有做迄防跌肌力的运动，有无？有做安尼脚，安尼，对无？啊，佮有做安尼，有无？啊，搁有做啥？安尼，哦，安尼，哦，拢会晓讲，安尼，哦，做真济，我是袂巴肚的，吼，会训练对无？啊，你嘛会使，哎，我这礼拜运动，我这个行动计划，我要来做这個，哎，要来做这防跌肌力的运动，然后我这礼拜要做几工，啊，甲来训练一下，啊，是我这礼拜要来甲厝的吼，看。检查一下，我的确有厝的，有的所在环境可能较无遐尼好，吼，可能照明不够啊，是安怎？我要来甲伊改善，嘛是会使。好，所以总共有八周，遮尼济有运动啦，有地中海饮食啦，啊有睏啦，吼，啊蔬果啦，啊个空间概念，真济物件，佮食药啊，真济物件的部分，啉水啊，啥物拢有，所以恁会使遮尼济物件去想。咱即马作为行动计划，要改变一下哦、喔。用这八项八周的物件，咱来想看卖，咱叨一项还无做到？
啊，咱来想看卖，咱来这礼拜定的行动计划来改写一下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啊，所以恁纸有纸无？有纸无？行动计划一张，有的有纸，有的无纸，对不？吼，来，你游泳，你卖搁写游泳啊啦。阿伯啊，你卖搁写游泳啊啦，八月二四。啊，恁边啊吼，来，今日来老师讲哦。无，我甲你讲，无单也袂要紧，我等下互恁单吼。你即马8月24号写这個、对无？你边啊改写一个8月31号，今日要做啥？你的行动计划要啥？啊，你莫搁做游泳啊哦，想看卖哦，莫搁做游泳啊吼，来，吼，莫搁做游泳啊吼，好来，要做啥？来，咱每一组也是来讨论一下哦吼，然后上无单。无单的人举手。哎、欸，后壁无啊，你边啊写落会使啊。这可以。这边啊，边啊，搁写一个8月31号。啊，你安尼，卖啦，卖写同款啦。写后壁卖使，写后壁卖使吼。来，老师看，老师这有单无？有，老师有单，你无炸单，互你一张。有送无炸单？啊，姐姐无带单，给你一张，啊，写你的名，吼，写你的名，吼。玉英有没有单？那这个给你，哎、欸，这个帮我借我一下，把它划掉。啊，这个给玉英，写你的名，写这，你无带单，吼。好、啊，来，想看卖，各组讨论一下，想看卖。没关系，你跟让他跟他那个安诺、啊。老师，嗯，有人讲会使写拍安哦，一工做三顿跑。唔哦，安爱笑，安是爱笑，袂使拍。练肌力啊！哦，简单啊！这样子练肌力也可以啦。啊，唔过吼，哎、欸，唔哦，咱换过来换安拍某一个，安尼看卖一下，安尼好无？互相拍来拍去。啊，然后伊的工作就是去遐看婆仔家的。运动运动。运动运动。训练心肺功能。运动运动。好来啦吼。好啦，莫冷笑话啊啦。你较紧写，搁冷笑话。来哦，这边那个。北文帮我看他们，然后啊，对姐姐帮我看他们，好，来带一个哦，想一个哦，带一个哦。哎呀，带一个哦，想带一个哦，哈，想带一个哦，哈。先。啊，写背后也可以，因为我刚好这边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有啊，这边比，比在这里啊。反面可以写哦，反面可以写哦，哈，下起来哦，哈。1.5做到的，咱拢卖阁同款，换者无同款呢。帮助自己做行动计划，哈，让生活形态去改变哦。那个，你要不要从这边？我从这边比较拍得到那里。啊？比较分年龄，说怎么做？不是啦，这是你搭一个做着看，规规个算在表有规表。我我是这个会的。嘿，不要紧，啊，你就是看你规表较好啊。你知影，伊是放你的规表较好。啊，做较侪嘛，无要紧啦。嘿，做较侪愈好，代表你的稳，你的平衡越来越好。这边为什么都跑到这里来？怎么了？哦，你要来家下休？啊，你要来家下休？青菜贼啦！哦，青菜贼，就是你的行动计划修正一下啦，卖、哦、有做到，卖搁写同款。啊，老
老师有喊你坐行对无？恁就看卖哪一行啊？哈、哦，卖搁做迄唱歌安尼，迄落迄拍谱啊，无啦，卖搁做迄做各行，唱歌拍谱啊。嘿，改一个。吼、哦，咱嘛，你啊拢想无？你就讲咱来做防跌肌力运动看卖一个。好、哦，防跌肌力运动看卖一个。姐姐她，你可能要帮她，有单无？你无单啊？伊无单啊？无，伊无单啊？阿素妙姐姐没有。我知影你要呼伊啦，我知影。我知影，你想讲我唔知。依依姐姐，我哪唔知你咧想啥？你依依姐姐写这这呼伊。来，那个阿对姐姐，你帮她。依依姐姐，你写对面。反面，你写反面，无遐尼好诶代志，我著知影咧。伫看伊诶图啊，我著知影伊要创啥，要互别人想讲伊安尼变色，无。写遮。伊吼真巧，伊看素描几天无。啊，弄无，所以伊著直接要互伊，我叫伊写反面，写反面。好可爱哟、哦，依依姐姐，真巧，足巧，足巧，赶紧去想，依依姐姐。是可以写成就是组合嘛，肌练习。嘿啊，你也使，你也使写防跌肌力运动练习啊，啊，每天要练习几次啊？啊，一个礼拜要练习几天呐、啊？拢会使啊，看你。你上面。上面我前面是不是有讲他有几次啊？练几下啊？好，比如说你要练十次或几次都可以啊，十次。说人就是要人家固定。好，我怎样？好，安尼。我等你哦。好好好，安尼，是安个。无太多啦。好好好。好，哎，啊，绝对爱有七成以上哦，爱有七成以上哦。嘿，阿对姐姐，你要看着玉英姐姐做。哦，有阿贵有做，素妙姐姐有做了哈。嗯，进稿进稿，哎、啊，下日期哦，下今仔日8月31号哦。进稿哦，进稿哦，有人改变哦，要改变哦，改变行动计划哦，进稿哦哈。但不要做深蹲啦，深蹲那边卖走，深蹲卖走啊，其他的一张拢走哈。那种跨腿肩管那每一样都给他做啊，你哈，会使哦哈。就是防跌肌力运动，哎，居家练习啊，这嘛会使啊哈，这真好啊。看要做几遍啊，一礼拜要做几工啊哈。你即马就家己咧做啊，对不？哎呀，安尼，对不？哈，安尼，安尼，脚安尼，安尼。这下有体力了吼，我嘛拢有咧运动。系啊系啊，做一下吼。我去动，我了我爱散。嗯哼，嘿嘿嘿，对，慢慢啊，啊一刷一刷加，咱的身体会愈来愈好。家己的身体，家己。嘿，家己身体家己顾着吼，很好哦，很好哦。不要做深蹲啦，尽量不要做深蹲哈。哎呀，你其他拢会使做啊哈。你就组合啊，你就做组合。哎，做组合啦，那你先找到老师改的防跌肌力运动，每一项都做。哈啊，深蹲不要做啦，深蹲不要做哈，其他都可以做。今麦跟我骑自行车，你老游泳自行车，游泳自行车，你改。拢会使。伊阿公有当下早上，有时候下午都可以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对，可以。啊？
想到就做。没有哦，也可以啦，啊，但是你就是要写你一个礼拜要做几天，好，要做几天哦，哈。哎，啥名？有啦，你真嘿，名爱看一下，两个庆祝会。啊，这有写8月31号，有写八月，你爱看？哎，写。哦，姐姐们要写日期哦，写8月31号，啊，写你的名哦，哈、哦，有修正爱写一个哦，有修正爱写一个哦，哈、哦。在上课，等一下。伊讲话骑自行车啦，然后不要紧啦，有啦。也可以啊，跨过桩训练眼睛。马歇山，马歇山，训练眼睛啊。你没有拍他的，你有，嘿嘿，要拍要拍，我也看。哎呀，啊，你有下八月正搞正搞，我看你做啥？哦，防跌肌力运动，进步进步，真乖，我看你呢。哦，大家拢做防跌肌力运动啦，正搞。安尼好啊，袂？啥好袂？我说这个啊，刚刚会去讲，老师到时候说你给他糊弄，因为我这个人听不见。反正我就看你一个礼拜要做几天呐、啊。好了吗？写好了吗？写好的人要拍照哦，给我们淑珍老师拍照哦，每一个都要拍哦。老师会看哦，每一个都要拍哦，哈、哦。哦，这样我们都不能偷懒嘞。没错，我们哦，真的运动或者是做生活形态计划的改变，可以帮助自己哦。安尼拢写好袂？哎，拍照要拍照，每一个都拍照，有写好的人都要拍照。都帮他们拍照哦。每一个都要拍照哦，哈，每一个都要拍照。啊，那个手离开拍照，帮他拍照，嘿。每一个人都要拍照。好了吗？都写好了吗？依云姐姐有没有写？有拍照吗？有。乖乖。姐姐乖乖哦。哦，嗯，打朋友好了，隔壁的朋友，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都写好了吗？恁这边拢好啊，这边啊都去开杠。好，赶快先拍照，先拍照，两个一起拍，不要一个一个拍，两个一起拍，这样才不会那个。你如果两个要一起拍，要这样子拍。对，好的 ，OK， 一个才那个，好了吗？来看我这边，那个等一下再拍好了。淑珍，我先让他们看这边。来，我们要结束课程，来先看我，来先看我。好，今天很棒，我刚看到好几个哈，都是要做什么行动计划，真的有改变哦，而且是我们上面的，所以现在有在做。防跌肌力运动，这个礼拜的行动计划是要做防跌肌力运动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啊，有些讲要做几周，然后一礼拜要做几天，对不？我带你走。然后带你走后，啊，深蹲不要做了，深蹲你们在家里比较危险，先迈走，其他每几行拢走，安尼好不？好。很棒哦，啊，我们下个礼拜要来讨论哦，你们要分享哦，好，啊，我拢爱翕相哦，哈。非常棒，来，最后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还有作业，来，
你看作业，不是吃饼干啊，一样啦。作业就是选一个防跌肌力运动居家练习，所以咱162页到165页哈。所以恁基础的，因为真侪人拢有讲，这礼拜行动计划要做多哦哈。啊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课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下课，下课。